猜到了，划船的，潜水的，鲨鱼，好的，鲨鱼，没有，没有，那我把，教练好，教练好，大家相互好，这个是救命的人，快，打好关系，我们在水上运动有一个安全原则，就是只要靠近岸边都要穿着救生衣，好的 ，OK， 我们来讲一下他穿着的规范，好，这是一个我们成人的救生衣，在使用之前，我们需要把所有的卡扣。都松到最松可以了，我们像马甲一样把它穿进去，我可能需要一位来示范。那他，那我先穿上了啊，我这个，主要是怕死，哎，好，手从上面这里，OK，要把算一个格子，哦，很秀很秀，好的，把束带依次收紧，从下往上收，扯不动啊，防弹背心，打我，打我后背，还要再紧一点吗？ 可以吗？还要再紧一点吗？可以吗？还要再紧一点吗？可以了，可以了。OK。然后现在是上面，你要再紧一点吗？还要再紧一点吗？可以了，可以了，再紧一点。可以再紧一点。还要再紧。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要再紧一点吗？要再紧一点吗？要再紧一点吗？可以了，可以了。OK。OK。费大哥，捏爆了。正确的穿着应该是感到有微微的压迫感，有没有压迫感？压迫感吗？很压迫，很压迫。 插一下，试一下，还可以，还可以。松肩，骑的话不会过耳朵。好，来吧。你这故意的吧？你耸肩了。没有。这边再是，给他逮紧一点。这下面得紧。不是，不是下面，是下面。压迫感还是挺有感觉。再逮一下呢。穿着非常的简单。来一个帅哥帮我串带救生衣。先帮他穿。 松开呀，松开呀！全部松开呀！为了适配我的体型。戴个墨镜啊！里面是正面啊，还帮你进。好了，真有责任感。从下往上走了吗？就拉你怎么给书包系紧，就怎么穿半天还背上去。没有了，太小了。从下往上走了吗？哎呀，这怎么弄的？就是扯了。这样子的是吗？我觉得可以再紧一点吧。 这样够紧吗？够紧一点吧。可以。压迫感吗？没事，没事，就是你直接扯这边就好了。你扯。然后你拉住。好了，你们穿好了，我走了。这是我完成的。这是你偷的。帮我系上。我来翻两个机。我这样帮你系。对对对。反了，又反了。你这个怎么回事啊？哦，你这个挂住了。好了。你这样。 有压迫感吗？没有。压迫了，你们还能穿反？哎，我也穿反了。有压迫感吗？没穿反。哎，我穿反了吗？哦，没穿反，没穿。可以。压迫了。没有。啊，三个好强啊！丁哥这边需要再紧。哎，有压迫感没？你给他扯。没有呢。像我还没有压迫感。哦，进不太大。这边差不多。OK， OK， OK。 真的，OK了。这能不能防子弹？不能啊！水弹。老师，一会儿我二弟要上，你要第一时间来救我。老师，我有个问题。如果七个人同时落水了，怎么办？七个人同时落水了，怎么办？你先救谁？老师。就可以。但是如果硬要选一个呢？哎，老师，你不用救我，会游泳。 好，走吧。好，教练。我要缓解一下你们焦虑的情绪。好，首先我们做水上运动，它是亲水的，我们天然就跟水有比较亲密的接触，最后小部分的弄湿，这个是正常的。好的。然后落水里面是少概率的事件。那么如果接下来的行前教学，包括军训，如果大家遵守的话，是不可能掉的。好 ，OK， 一定遵守。如果掉到水里面的话，第一个要保持冷静，不要去胡乱的呼救或者大声的叫喊挥舞双手，脱离水面这样挥舞的话。 它水是可以没过你的头顶的。哦，但如果你把手这样平铺的放开，即使不穿救生衣，你也能够自然的浮上来。好的。告诉我们还有这个，所以不要害怕。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去码头了。好的。啊，看了。给大家讲的，首先有把手的地方，然后有前面绳含力绳的，它是我们的前面。
后面有舱盖的那个是后面的，做的时候不要负责。舱盖是干嘛的？装吃的的吗？装储物。如果你是远旅行的航行，或者是在海洋上，那么可以放一些食物和帐篷。拍上海，这可以放帐篷。有人这划这个去海洋上，你们感兴趣可以打开看一下。哦。展开吗？那这样很有点危险的，在好像是。哇哦！哦哟！在里面装好多小吃，比如说辣条啊什么的。它不会翻吗？这样进水就翻了。两个吧。这样算盖井了吗？有一个叫做脚踏板的东西，它非常影响我们的平衡以及发力。好，在里面。影响？有它会影响还是？看到了离合那个。我们踩不到。就是有力的影响。好的，这可以干嘛呀？这里有一个扳手，它可以旋转。如果它是横着的，朝向我们舱内打开的，它是可以调节的状态。这个时候它里面有一个踏板，你可以前后的推动它，然后到合适的位置。如果说把它向下锁的话，它就锁死了。至于哪里是合适的位置呢？要自己调整。坐进去刚刚好那个。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好的，好。准备倒时。好家伙，我已经开始害怕。我也是，是踩在脚踏还是用脚背勾住脚踏？踩在脚踏。好的，其实挺简单的。明白。翻了就当我没说这句话。第一种叫做前进桨，从前往后滑。我们从船的前侧入水，靠近船身，是贴近船身，然后往后滑直线，大概到你腰后的位置，那么把它再提出来就 OK 了。另一边一样。有一个做的对了，但好像又不太对。叫做推拉手。好的。你很快会感到肌肉酸痛。扭腰，脚开始扭腰，用身体来带动你的手转动。身体带动手。然后它也分正反面，凹面，朝向自己。然后有一个更粗的面要向下。OK， 懂了懂了。我们该怎么让这个船停下来？抖刹，是手刹。对，手刹也可以，因为桨就是桨进水，我们在水里面手的替代品。明白了，拿到桨我们可以试一下。白色的，我想选这条红色的。这好帅。都可都可。这个帅啊！我看这边的比那边的帅。哎呀，我这小麦掉了。这边是吧？好。这可以弄开啊！马哥！可以两边用吗？帮我拿一下呀。OK， 我先下去调一下。可以调，我给你放在这儿啊。好。我先把这个船轻轻的推到水里。我天哪！在水里下。是的。然后。要扶你吗？是教练，不是教练，是教练。谢谢。完了，这话说得好。就是寻思着我对你好一点。老师，你还回来吗？帮我呢？还行啊，看着。哇塞！如果你们掉到水里，我不会在这里负责。好。接应一下，接应老师。所以我们现在是要自己把这个玩意儿拖到下面拖下去，是吗？哇塞！你要从哪上啊，老师？从这儿。等我们掉到水里，这位老师就会给我们鼓掌。OK， 慢放。哇！要不然我先帮你扶下去。我觉得我下去。哎呦！哎，我天！是用桨把它抵住是吗？然后。坐下去，脚踩住，桨放下。什么来着？看见一个俯冲镜。
啊，向哥。哇，好爽呀、啊！哎，我的船，我说可以出去了。先想踩住，踩住，然后呢？向哥怎么弄的？然后，然后做抠住这个缝，丁哥。对，然后自己坐进去。哎，小心。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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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为什么我一直在摆啊？嘿，你放心。哎呀，要不然救救我！我可以了，可以别动了。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撞车了，撞车了。撞船了，撞船了！你还推我？哼！回去啊，张哥，回去啊！我感受一下嘛。哇！我们两个真是，我。你到这个对，好，来来来，好到，等一下等一下，好了，你抓我这个，我帮你，啊，抓我这个帮你移过来一点，什么意思啊？这我帮你挪过来，没事没事没事，好累啊 ，OK 吗？你又飘走了，啊送啊。他自己飘的呀，滑滑左边，往后，左边往后。OK OK。哎呀！啊！别挤我！别挤我！你别挤我！别挤我！啊！别挤我！啊！别挤我！别挤我！啊！别挤我！别挤我！你别挤我！你别挤我！别挤！别挤！啊！你爬歪了，哥！啊！大哥，大哥，打打桨，往那边移一移。我加油！大哥，大哥，我等一下我爬。你把我推开，你把我推开。我来推一下。好好好。让我们荡起双桨。这是谁啊？哇！我张馨源，我马强哥，哎呀，哇，我张馨源，我马强哥，强哥太猛了，强哥像是装了马达一样，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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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朵吗？我给别人。张哥给我一朵，张哥。张哥给我一朵，张哥。快，扔过来，扔扔。确定吗？扔。算了，谁递过信我给谁。我先放这了。
大哥，能抢吗？冤，确定吗？冤，江哥，我要，江哥，我要，拜拜。啊！完了完了，上岸了！啊！救命啊！江哥拿下那张，江哥帮我拿一下，江哥拿下那种，快快快！江哥，江哥帮我拿一下。那丁哥过来了，来给你的。丁哥，丁哥，我想要。丁哥，看在我们兄弟情谊的份上，你看我给你一倍镜，能给我吗？丁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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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老师能给我吗？丁哥，丁哥，丁哥，我就在你后面。丁哥能给我吗？那先怎么去那儿啊？我没刹住。你往后，往后这样打。我一直在往后。这样打，你这样打。哎。这样，这样，右。我去救下雅轩，使劲打，下面太浅了，哎呦，挖不到，我帮你拉出来 ，OK 吗 ？Thank you， 出来了吗？出来了，出来了，等我倒一倒，他都回去了，啊？帮我引一下，走吧，走吧，走吧，等一下，你反正我们俩谁滑得快，你看，好，我给你推，我俩去哪儿？去哪儿？去那个网那儿吧，等一下，等推开一点啊！来啊 ！Hey everybody！ 哇！算了算了算了，也别比谁滑得快了。啊！等一下，我的了。快！不好意思了呀，现在沉底了，等一下。他怎么沉了呀？我以为他会飘起来呢。哎，你拿花了吗？没拿呀，我准备结。结是不可能的。张哥，花儿，先我送花儿来啊啊啊！张哥，叫出花儿来。耶耶耶耶！不可能的，我跟您说。拿那个船桨勾起来。哦，船没了，船没了呀！我可以正着停进去吗？不能。没花了呀，花呢？小心，小心，小心，小心！插队。你看我车位。插队。好吗？那我去。我走。加油！加油！好嘞。来，我拉你一把。还有花吗？还有花给我们拿吗？自力更生，有一朵沉底了。很感谢你，要不？没有没有，我是想感受一下那个失重的感觉。要帮忙吗？哎呀要，不然我你要不说只能拿，你要不说只能拿一朵，我就全给你拿回来了。我第一次吗？我拿我的。对，要帮忙。能正着回来啊？结上来吗？你有花吗？要帮忙吗？要啊！我要那个手，我要那个手。我只能拿这个手给你。等一下。花儿，能上来吗？快快快快快快！你直接正正正来，正正着停这个。哎，停这个，停这个吧。你又过来，我拉过来吧。你有花吗？肯定需要啊。OK 吗？没有，我只有一朵，没办法。如果你离我最近，我就给你了。真的累死了。我一直在你旁边。主要是丁哥离我太近了。撑这边，侧着侧着侧着。哎，想帮忙吗？没关系，自己起来。拉一下他。踩住了。
哪个？对，把这个靠过来，靠过来，药丸帮他靠过来。哇，好，你自己撑着。好热啊！哦，别往后蹬啊！哦，谁的花呀？不要，我拿了，拿吧，拿吧。第四名呢？第四名呢？第四名没有带着花回来，也宣布一下呗。我们这次游戏关系到我们下一次录制的一些优先权哈。好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全力以赴。接下来我们是双人的，全力以赴。大家自行组队。到达对岸那个黑衣服老师那边。来，我们不建议再赢一次的。但裁判可以另行有分吗？你是干扰者吗？裁判可以，你先上分一分。裁判，你至少给个友情分吧，一分，一分吧。第一个人坐这儿，第二个人坐这个白色这儿。好，你先上，坐这儿。先坐第二个，就这儿啊？嗯，就这儿。对。这个都不需要像刚刚那样上。嗯。咦，你得现在。你在耍子啊？我一屁股。你好呀，坐下，坐下去，把重心向上。坐坐坐坐坐进去。坐。不是坐前，坐后面。你不是坐后边吗？咱们要走了。等一下，等一下。不是坐前，坐后面。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哦，我还要坐呢。各位上场准备好啊！哦，对，小心，小心。小心，慢点。哎，走，等一下，等一下，先去，等一下，等一下，走了。脱个鞋。冲着那个黑衣服的举手为首的老师，把一个弹对的放。弹口令啊！啊，我跟着。往后退，往后退，好强。快往后退，我很后面了。裁判好正义，我无法无天啊，这个裁判。你那个要往后退一点。啊，可以。哎呦，他们怎么这么前？赫尔往后退。能不能给你一个最大的礼？喂，两只蜘蛛哪？后面干什么？啊，过去来了。看旁边的有蜘蛛。五、啊。等一下不要滑偏了，不要滑偏了。左左左左，方向反了。你这样太慢了，方向反了。两个一起同边，同边，同边。左右左右左左右左左左左左左左满舵，左满舵，左满舵。摆 pose 准备了，三二一，耶耶。可以了吗？可以了吗？可以了吗？我换方向了。走，右，左，右，左，右，再进右，再右，再右，再右，右，右。来来来，右右右，捏一个，捏一个。左。到哪儿啊？到哪儿啊？右。啊！你不能滑左边吗？我们不是右左吗？滑左边，滑左边。哎，老师，老师，哎，这这这，这这这，来比耶，比耶，耶，上吗？好，好，比耶，耶，右右右，右 ，OK， 走，右，好，我们左，右，左，右，好，左，一直左，一直左，一直左，先右，先右，转弯，转弯，转弯，一直左就行，不用，不用这样，左，右，左，右。来，第一队反方的浩翔，冲啊！给你加点胜利的曙光，冲冲冲！不用快了。哦，右，左，看我一个人带你飞，张哥！往往往！冲冲冲！右，左，右，左，左，右，快冲，快冲，左，冲冲冲，冲！快点啊，快呀，快呀！左右啊，左右啊！哎哎哎哎！左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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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哥，等一下，等一下，马哥，掉个头，马哥，你就是一掉了，怎么了？没事没事，这种理由都编得出来。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裁判拉着裁判什么什么？跟我讲，快快快，又又又，准备，五，等一下等一下，他们还有很大的，三，二，一，走，到了。Oh!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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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先你先 OK， 快快快，你别走啊，走，我们来了耶、你怎么这会你要玩玩不起，那不是摆烂。你我你你你你看你看，你别动你别动你别动，我告诉你怎么右，你看就直接这样，右边就能左直接左转，你左边一样的呀，这样还这样会停，可以直接这样，不是不是直接这样啊，对呀对呀对呀，啊，来这来这这这这，我不要，我要这样走这儿。来拉你一把，我讲往前拉一点。哎呦，哎哎，看着啥？小心啊！可以可以，别走下去了。稳的稳的稳的。我本来没湿的。来吧，上来。现在是湿了吗？手。哟，呜呜。OK。亚轩亚轩，快去亚轩。感觉我们这会淹。上来。呜呼。白胜一分。还剩一个丁哥，我看丁哥好好上吗？裁判儿，赶紧踩一脚。裁判滋死我了！裁判，哎、我，那就吃了。裁判滋死我了。结束了，走吧，没事吧 ？OK。呜呜，刚刚，呜，不是四分吗？他四分，他不可能五分。我第一轮加两分，第二轮第一名加两分。尽管我跟他是队友，但是他不可能五分。为啥呀？那最后一名也加一分，我那得两分啊！这裁判，你刚刚说好了一分，加两分。什么呀？我就六分了，是不是？那我是不是三分？算成一分。我有分吗？有。有的有的有的。我有分吗？我有。哇！哦，谢谢。不愧是张哥。哇，谢谢张哥带飞，不愧是张哥。开始吧，然后呢？好的。哎，要要要要要要！呜呜，欢迎欢迎来到我们时代夏令营的第一个夜晚。哎，有没有人今天晚上不想？我有好，那这就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我们在这一轮会这个游戏中会产生升舱名额。好的，好，我迫不及待了，我迫不及待了，随便踢，给你流出来了。哇哦，我不敢用力，我就不信了。
刚刚应急反应，应急反应。哦吼！这儿，这儿，这儿，轻点，从这儿走。踢到我脚，还是踢到我脚。这个，哎呀，怎么说，马哥？哇哟，翻进去了，漂亮！我真的，我不拉手去接我。来了，不要乱他，误入进难度了。哇哦！确实有点难，这个。哇！等等一下，我不敢踢中间啊！太好了！哇！我真的不去了。啊！哈哈！哇哈！啊！哇！哈哈哈！我我我！哇！哈哈哈！刚刚好身手。漂亮，爽，太近了，我远一点吧。三分真的，咱们是吧？咱们从这儿来。刚刚太远了，随便踢，进了五个，进了五个，进了五个，没进零个。我听，我听，我听。哇！哇！耶！耶！太帅了！有人陪我了，太帅了，太帅了！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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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哥。实在半场足球赛比赛时长20分钟，比赛规则没有规则，那就可以没有规则，那可以武力是吗？没有武力啊，太恐怖了！把我的扳手把手拿出来，把我的扳手开心起来了，就是身体对抗，不好意思，身体对抗。拉男人，拉男人，抱住他，抱住他，可以，哇，快进，给爆，助攻，加油！你想怎么得我呀？这样子能好吗？行行。三四啊，三四，然后赢的那队集体升仓。哦吼，可以啊，北京国药嘛，全新版本吧，北京北牌北京老二四倍，耶耶耶耶耶，哦哦哦，恭喜你赢了升仓机会，咱们三个这个，不是我们一来就，哎，我们都会踢足球啊。过半场换攻防吧，对，好，佛山，祝佛山。哦，对哦，你这么多卡，你几张卡？一张，你几张卡？完了！哎呀，现在帮的是好队友。四张。我的天哪，四张卡，我们佛生都废了。谁守门呢？几个佛生？兵哥，三个。你两个，他三张。四个，他四张。他们六张，没事，问题不大，就多了三张。武力没有。来，我们剪刀石头布，武力太不厚道了。兄弟们，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今天就我们先商量战术。你拉他，他拉他，他拉他，然后我就这个拉一个。就如果实在踢不赢了，我们就这样。这拉着后，实在不行，我们把卡钱用完，对，让他们直接做九个俯卧撑。什么战术？没有什么战术。我们的战术能有什么战术？没有战术。你想，当他们听到我们战术没有战术的时候，他们会吓一跳。你要是震惊他们瞠目结舌啊！神经病！这样，第一次第一个战术就是看着人传就行了，看着人传就行了。好，可以，我们定好了。不是，我们定，我们就站一块儿，就站一块儿。你比如说球在你这儿，我们俩就站你前面。可以，可以。什么意思啊？如果球在他这儿，我们俩就想说我走的路。没关系，没关系，慢慢点。我们帮你扫除一些障碍吧。看他们肯定，但他们四个人，他们也是这样，这样我们就这样，四个人，他们带球，我们就直接就不是，我们一个人运球的时候，一个人运球的旁边，我们卡多。哎，我们这样，我们这样技能多，一个人太正面。他万一传出去，我们防不了。没事，我们运的时候就这样，就这样。他们踢死我们了，管他的。好，好，来吧。他们也是这样，怎么来啊？啊，你们也是这个战术啊？来，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去决定。我来吧，我来。兵哥踢吧，先必赢。来，你决赢的发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呀，你认识了吗？弟弟，不是他决定发球吗？伙计们，给你们，伙计们，伙计们，说个防守战术。啥意思？谁他们控球，我们两个人去防他，然后一人盯。OK。
啊，协防嘛，我们人多，明白明白，来吧，太厉害了，太厉害了。OK， 哎，可以了，我们叫豪华队 ，Card 队 ，Card 队，开始了，开始了，啊，你两个人盯，两个人盯，他们踢得好正常，我们踢。男生还在打，哎呀，怎么分散了？快，没事没事，快，没事没事，拉人拉人，拉人，快，走，张哥张哥，什么、啊？要跳这个？张哥，哇哇，漂亮，好球啊！好球好球，好了，我已经开始累了，好累啊，好累。对面不是不是发给我们，快出禁区，倒一个，下人，马哥，给球，马哥，轰，哇呼，哇，哎哎哎，啊，这，快，后面，后面，这，他出去吧，来一个，哎，拉了一个，好嘞，拉了一个牛，你想走，给出来，给出来。是你协防协防协防亚轩踢出来逼死他踢出来亚轩逼他哎张哥张哥哇好嘞拉了一个别这么激动别这么激动张哥张哥小二，倒菜倒菜，哎，没事吧？没事吧？有什么？没事，继续。没事啊？没事。嘿，张哥，完了！滚！哇！兵哥，兵哥你好认真呀！兵哥这么猛吗？有事没？有事没？没事没事。确定啊？随便随便。没事。大脚，来来来，防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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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防协防，防住，防住，哎，好球，好球，好滑，断断断断断，李哥，张哥，哇，张哥，好不好？好，胜，哇！鞋都掉了，耶！太累了，我这个全程可以吧？可以。我们要想新的战术，过来。太累了，太累了。战术没用的，没用的，没有战术。好强，我们刚那颗，我们刚那颗真的强，这个可以吗？战术，来，你们的战术来，用我试试。来来来来来来来。我们俯卧撑吧。好，好，嘿，俯卧撑。没有规则，俯卧撑快，马来杰，俯卧撑出去。哦，俯卧撑可以，那啥，你怎么做了这么多个呀？杨哥，十个呀，三个，三个，我是大冤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我是大冤种。哎，带带带，自己带。哇！哎呀，差一点，差一点，好球，可以，可以。你来个神级停球。哇！天啊！哎哎，别拦着！哎，给我，给我，给我！哇哈！哇哈！哇哈！橄榄球。橄榄球了啊！我大我大我大我一身汗。来来来，橄榄球吧，猛！来橄榄球，谢谢我们的橄榄球。他要开大脚了，他直接正义吗？哎哎哎，橄榄球！俯卧撑，俯卧撑，俯卧撑，俯卧撑！哎，喊的先喊的俯卧撑，先喊的俯卧撑，进球无效，好恶心啊！来来，没事，继续。一、二、六球，六球。等一下，我刚做了十个。没事，那这个是是不是要算？好算。哎，两个一对的，两个一对的。哎呦我天哪！我要死了。还是踢踢。后边，往后传。
等山妙传，哎呀，差一点，我是传球，我故意跑位。好吧，你早说嘛，你给一个那个打门的姿势。怎么是打门的姿势？你们不用啊，卡，不用，我帮你们跑飞。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嘿，哎。你们可以站起来。太过分了，不急。马哥，我没有卡的。俯卧撑，嘉轩。哎，你干嘛？俯卧撑，继续继续。嘉轩，俯卧撑。俯卧撑坐呀！你不是球圈呐，球圈呐！三个人，俯卧撑用了啊，他的。哎呦，穿裆，没有规矩。哇，马哥，有点累了，见乌龟了，挺让人难受的，是挺难受的，谁人少谁难受。喂，丁哥，丁，丁哥，丁哥，快快快快！哇！打球打橄榄球吧，我们橄榄球，丁哥。张哥可以抱，可以抱。没力气了。喂，小心啊！疯了。没有规则，快抢球！快球权来丢给我！哇，玩这种跑动游戏，我跟你说，好的，滑得很。踢不远，你说这个位置。嗨，完了，停了。喂，秀操作了。就操作了，哎哎哎！哇，不好意思，没事没事没事，正常可以，正常。哇，没有规则，没有规则。哎哎，要玩，要玩。想想玩真开心啊！好累啊！你要想多少规则？你要想是真的开心，看咱们。后边啊！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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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俯卧撑卡，好恶心！快带，快带，快带！哇！暂停！哇！哇！暂停卡，暂停了，暂停卡！冰大神给我呗，好不好？人少就心态更大。不用不用，你直接给我吧。你可以拽进去。不是，我不拽进去，我拽进去干嘛？这算什么？算算算，算，没有规则嘛？给你，要不要？酸了。来拿球啊！想不想要？你来。咋了？咋不动了呢？累了。这拍的多没去啊！累了。我还没累呢，我要跑个半场。跑不动了。冲呀！抱住他，抱住，抱住他！他球传不出去了。冲呀！我有个疑问，来来来，大家一起这么进去算什么？我啊！没事，我们去那边过来，冲那个球来，那也有个球来。我要那个球来。哎，想不到。哎不讲武德了，我呀！不能不能，我们继续。我讲武德吧，努力吧。杀杀杀杀杀！你们得出。没有规则。扔过来，扔过来。没有规则。别玩那个，就算了。呜！隐藏球框是吗？好了，五分钟。五分钟，传球，加油，加油，辛苦了，辛苦了。哇，护天使，哎哎，不是，哇哇哇哇哇！及时止损，倒一手，倒一手，快快快快快快！别这样，别这样。
没接也没接，最可惜的。各位，我来发了。又进一个。哎，踢到门柱上。哎呦！哎呦！来来来来，传过来，传过来，接空了，快攻，快攻，快攻，手球，丁哥，丁哥，完了，空了，哎，没事吧？可以，哇塞，进进，这这这，快，这边，快，那边，快，这边，这，嘿，这，丁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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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我是范志远。哼，丁哥。哼当当当当！我赢了，可以可以，可以了，我们祝福啊！是是是，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要去大包房了。哦，天哪！耶耶耶耶耶耶耶！可以可以。哎呀，没事没事。张哥可以带人飞身吗？带我吧，小哥。好，张哥是大哥，不会是多睡一个人，应该问题不大吧？我愿意带啊，对吧？啊！我们要睡帐篷吗？来，我现在在我房间吃西瓜。好的，好的。我觉得幼儿房间吃西瓜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啊，我吃西瓜，我也觉得，对吧？我们一般吃西瓜都是吃通宵的那种。是的，是的。吃西瓜。小宋那个切水果的正好用得上。哦，确实。来，今天大家来我房间吃西瓜。对，好的，好。好嘞。好的，走吧，走吧，这边是录音基地。哎，走，这么轻松就赢了。哎呀，我要遁地了。走吧。没事。这个住户外，这个能不能不住这儿啊？我今天必须住这儿吗？因为晚上肯定会有一个什么，比如说有一头马进来吃了我，这个，所以我觉得这里不是很安全，我可以不用住在这儿，对吧？再见。我能不能商量个事儿？今天真的要住这儿吗？对呀，你说呀。嗯，这个蚊子比我的手指还大。或者去室内呢？这里就是室内呀。晚上想上厕所怎么办？可以去用厕所券，上完就回来。想做 SPA 怎么办呢 ？SPA 白天。你们以后要回去吗？我们要回酒店。可以带我一起走吗？没有你的房间。那你们也别走了。哎，插不上，我用肉体挡住。所以我今天真得住这儿。对，现在是外挂的。比如我想上个厕所，我该咋办？我在广袤就这么大的大草原上自己去找个厕所上是吗？你可以使用厕所券，我们会有专车来接你。使用厕所券。对。那30分钟我是不是可以一直待在厕所？可以。是吧？可以。我是可以一直待在那儿的。那比如说我那个厕所就可以叠加使用吗？你抓住了我们的漏洞。是可以叠加使用，比如说我就一次性用它个十几二十张，我是不是就是半小时一小时堆得上去了？我没说可以啊。我理解成可以了。好的。啊。睡在这了。那你们走吧，我自己睡了。拜，不送。我睡觉了，拜拜。
要不你们玩吧，我停那儿。左边往前，右边往后。好来啊！我要在里面去。就是这个球已经飞过来了。滞空的时候可以暂停吗？就是球是不是可以，它是不是可以被定在这个位置？这个偶像剧能做的。